魔法カード発動。私は装備魔法発動。速攻魔法発動。想不到吧？魔法カード発動。私。礼拜一要拍片呢、啊，如果礼拜一拍的是年终的企划，那就有。但我觉得几率应该有点渺茫。哎呦，这个有吗？这样有吗？魔法カード発動。私は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哎，这样说不定，哎，有这字，还差哦。真假？哦，还差一张哦。那、啊、这样的话是哦，是哦，这样子啊，哦。还可以啦，可以炸对方的。啊！吃屎！呜、哦！太神啦！赢了。わっ、この私が負け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の。看到没？不需要技能也可以赢哦。亡き父が私に託した思いだ。不容易呀、啊，哎，后宫有五张牌，就有机会。相手にとって不足はない。じっくりと楽しもうか。啊。我今年的愿望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开台，因为我现在有出现经济危机啊。因为我之前开始就是开始在丰南工作之后，我游戏频道一个月可以赚一万块，一万四，最多一万四嘛。然后反正就是一万以上。对，但是我已经两个月没更新了，我的收益一直下降。到这个月已经剩3000块，对，所以我要逼迫自己更新，所以我今年的愿望不是愿望，是今年一定要做到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开台，至少两个精华就好，2到3个精华，然后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都可以发片，我就剪精华就好，那以后录制影片就录那些简单的就好，对，但是看因为我们上班时间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，所以我没有时间录影片，我只能偷偷剪精华，偷剪精华应该是可以。对，所以就是我已经没钱了，所以我要赶快来更新一下游戏网。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听得大家会不会觉得，哎，阿庆居然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观众啊？没有办法，生活。也是很重要的，要活下去啊！要活下去就要想一下自己要怎么有钱哦。嗯，模仿，谁不是为了钱？啊，你现在这样收益够吗？你这样一个月更新2部片够吗？哦！太神啦！走！哎，好爽！直接抽到！啊！发动！念力利刃！直接！发动集中电流，嘿嘿，太神啦！8000，看你怎么跟我斗！哎，我喜欢游戏网啊，当然啊，直接一文杀，太神啦！完美啊，好爽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，各
根本猛，搞了什么牌他们会贴连结哦。对，但是就是也是时机吧，我觉得太晚做都会比较可惜一点，应该很多蛮厉害的人其实应该都要2017年开始做的话应该都很不错，虽然那时候竞争很强，但那时候观众很多，我记得我最一开始做的时候，那时候流量最高的叫匿名，对，匿名这个应该没什么人知道，匿名他那时候平均观看都是三万哦，三万真的超级多啊，靠腰少一张，看怎么打啊，直接给我一张 token 哎，漂亮 DK 还有在做 DL 吗？他不是都做 ND？ 来，手札から魔法カード発動。哈哈，太神啦！手札から魔法カード発動。私は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手札から装備魔法発動。再来。哦，一次只能开一张，然后还可以再开。手札から。速攻魔法発動。啊？想不到吧？魔法カード発動。私。炸！知道很强哎。またデュエルに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ね。知道很强哎。半小时就三场精华了，超快的。完美。